在昨天晚上来到临漳县三环半，我在到三环半以后，这个县城的水位不断的上涨，到了它的腰部。因为我们现在带来的这个干燥物，像这个水啊，它是从临漳县城里面的一条河调，我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样被水淹的情况。同时，就在刚才这前面这条路上有一个同志从这里经过的时候，在后半夜开始，临漳县是已经没有降雨，但是看过堤岸以后是倒灌到临漳县，它是一个玉米大高，但是我们现在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水从南江它的自流来泄洪，所以目前在临漳县城这个积水相对是特别。